新版本感觉一头雾水啊，需要大神来揪一下。我不是花轮，我是谁？我不是花轮，我还能是谁啊？我是你爹。提一下 level 吧，感觉有用。这个不要，黄金已除气。我操，我这边能放谁呀、啊？牧灵收割者。哇，完蛋了！我现在对这个游戏有点陌生了，怎么办呢、啊？这些牌我都不是我认识的牌、欸，这些牌是什么牌啊？黄金移除器就是一个可以让你一直穿了又脱，脱了又穿的东西，可以无限用哦。安安，感谢小雨的十个月。真的吧，没差吧。啊，我干，我头好好痛啊，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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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谁啊？我是帅哥。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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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要上，其实我要上那个飞升才对。飞升是谁？希维尔盖伦不是三飞升，先用飞升过渡一下。我们要上八，我们这把合了蓝 buff， 感觉要玩莉莉亚、纳蒂鲁斯、莉莉亚。六超功课，请问一下，有谁在玩 S 十一的时候是会自创阵容的，不用超功课的？如果有这种高手的话，拜托介绍给我，我愿意称他为神。感谢阿奇，谢谢订阅。哎，我只能跟你们说，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啊。听得懂这句话的都是高手，我就不说了，好吧。一经验。不然你们跟我分享一下吧，在 S 十一出来的那前几天，你们是怎么过的？哎呀，文武哥，我就跟你说要注意身体啊，不要那么拼啊。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啊，懂？真的，如果把自己逼得太紧的话，真的会很难受。战斗开始，我方获得两块，对手获得一块钱，与你分享的快乐。李欣我不知道哎，测试的时候李欣还蛮强的，现在到了正式服，四费卡比较强的应该是艾希跟凯隐，好像是这么听说的，听说。升吧，这样好一点。这把应该是这个阵容了吧？感觉我装备应该是对的。莉莉亚，莉莉亚带这三件装备。第一把先测试一下这个神谕者有没有料，没料的话就下一把再努力。你们已经有人打过 S 十一的河蟹狂欢派对了吗？
我不知道是何县长怎么样。九五打不赢河蟹，那问题来了，那问题来了 ，S11有什么证能打得过河蟹？因为我们之前玩 S10都是用的什么星之钢啊，对不对？留在完整道具会变成铁簪，辅助铁簪，哦，完整道具，哦，三回合。要留三回合，这太久了吧？抽好抽满，好抽一下。铁圣者，他是搭一罗一的，那应该是这样给他好一点。九等放个瑞空，刚好可以补个神话。不对，神话已经有了，是补什么？三龙地。其实有新版本开始入手，感觉玩一下赌狗阵容会好一点点，先熟悉一下节奏跟那些羁绊。你们想不想听笑话？我前两天有听到一个笑话，我觉得还蛮不错的，想要分享给大家。你们有没有听过关于笑里藏刀的故事？我是觉得确实挺好笑，可以分享一下给兄弟们。哈哈哈！你们怎么知道？干，不是你们怎么知道我想讲的东西啊？哈哈哈哈哈！刀哈哈哈哈哈！白痴，闲着，谁是闲着？没有闲着。这一家是赌克格魔，难怪我克格魔一直嫖不到两星。万一你给去跑公园，奇怪，河蟹局怎么那么穷啊？就很悬，就很悬。你知道吗？就很悬。就很悬。你懂不懂很悬的含金量？刀妹，有用吗？这个有用，铲子。哎呀，我是谁呀？他妈怎么那么多装备啊？谁是谁？哎，偷偷瑞空可以吧？偷一下吧，偷一下，偷一下，偷一下，能偷就偷。好战老一个。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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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哦，天际转，有有有，天际转是能做的。避险基金不要了，烛光莲花可以要，我刚好缺个暴击。黄金带，算了，我是主播。有人知道我现在要干嘛吗？我是少了谁呀？等一下，等一下，我沙皇要给谁呀？沙皇是谁？要不这样吧，哦，干你娘，差点按错，这样有没有问题啊？不知道哎。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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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OK。东西啊，主 C 是 Lily 啊，可是我找不到 Lily 啊，我找不到 Lily 啊，等我一下，先等我一下。摩根娜两星的呀，摩根娜两星肯定有两星摩根娜的呀。我想问一下，我现在台面上有谁能滚啊？就是有没有哪一只是多的呀？哦，沙皇换莉莉亚就可以了，沙皇换莉莉亚就可以了。对对对，沙皇换莉莉亚就可以了。这一位兄弟成为我们 S11守卫击杀的兄弟，感谢 Snake666， 感谢你的订阅，我记得你，谢谢你的支持。OK， 撒谎真不像，感觉先给他好不好？感谢茶哥，谢谢茶哥的揪团，谢谢茶哥，晚上好。我能不能上九啊？讲道理要上九了呀，这不上九要干嘛？世界。感谢 Victor， 谢谢你的宝贝。装备可以给他6500，40魔力试一下。哎，你们有听台语版的吗？这一首，我觉得台语版那首还蛮屌的，认真。轰隆隆隆隆隆隆，冲冲冲冲，拉风引擎发动。
为什么恩子到哪一个版本都是那么讨厌啊，很烦呢、欸。搞什么飞机啊？哇操！对面是什么啊？怎么这么多三星啊？我三三二二哎！我这个羁绊超美的、欸。主播感觉好久不见了，真的假的？你是不是都没在看舞台啊？贤者，踢好我婆。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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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我现在超级累了，你们知不知道？我早上八点就起床拍片，拍到现在，我现在就是顶着一个快死了精神。这什么命定转、滋味转，有人要吗？来拿个前排吧。拍战旗一些宣传片啊，挺有趣的。其实我不知不觉对自己的那个什么演绎方式还演绎手法还真的有点佩服。哎，对了，我没有潘朵拉来干你娘嘞，为什么没人跟我说啊？我这变什么啊？干甩呀甩呀甩呀！摩托，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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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哎，他差两张赛特，你们他。他差一张赛特，三星赛特，兄弟们，没关系，惩罚这些坏人由我来负责。大家好，林警官已经介入调查，这个人偷偷想追三星五费，我想笑。哎呀 ，S11的河蟹狂欢派对，怎么说？我怎么可能打不过？我三三二二哎，三天界三龙第三神话。等一下啊！你只要强一点点，是不是？
哎，感谢马搞啊，谢谢九个月，我记得记得记得。那问题来了，我九五大阵有没有机会打得过毒狗呢？他还有63滴血，我得慢慢磨他，他有点硬这个人。他在追纳蒂鲁斯、尼可，然后在变什么？没在变的呀。我追摩根他有用吗？先抓着吧。谢谢小伟，感谢感谢，谢谢丁哥，谢谢丁哥。我好像打不过，三星尼可，赛特也没在追了吧？这个人，哇，这个东西很好用哎！这个偷偷移除器，黄金移除器，就是我合了两个偷偷，我可以看当时偷的什么去分配给其他人，就是我可以一直拖，一直穿，一直拖，一直穿。哇，怎么赢得这么艰辛啊？完蛋了，他不会这么直接变个四配三星了吧？别搞啊！低什么？不知道、啊。哎呀，给错了！哎呀，不是哪个才？哎呀！不是啊，哪个才是爱人？我忘了，他两个偷偷不知道哪一个。我两个偷偷长一模一样，我谁哪个知道是哪一个？那好像要赢了呀，是不是？哎，好像又打不过。Oh my god， 伏笔。Oh god。Oh my god， 还有这个是什么啊？站在水坑探梗起捕鱼，还要什么钓鱼啊？怎么玩的这个？问题来了，先别急，我知道你很急。主播有机会吃鸡吗？什么东西呀、啊？恩子其实不管到哪一个版本还是很厉害，我怀疑他跟拳头公司是有一些关系的。切，我已经准备好让你怀疑自恋性人格障碍发作了，冷静，凯哥。今天是 S11第一天，我们没有必要那么火爆的，不要一开口就说要加班，这很难受的。